嚟到咗大英博物館啦，不過咧，我會喺後面呢間 cafe 食咗早餐咧，先再入去嘅。咁俾大家睇下大英博物館出面係點。咁我入去食個早餐先。呢間 cafe 咧係我朋友推薦嘅，咁佢正正喺大英博物館嘅對面啦。咁佢成間鋪咧就係細細間，好 chill， 好舒服嘅。咁佢門口咧打卡都好靚噶。不過食物方面咧只有咖啡同埋少量嘅麵包、蛋糕等等。有冇錯 ？Outdoor 呢個位先。早餐，嗌咗個朱古力包同埋 latte。The British Museum. There we go. Now, 星期六就係好多人要排隊。咁我而家入到嚟大英博物館裏面啦，咁呢度嘅一入嚟右手邊咧就有個 information centre 啦，就係我身頭呢一個啦。咁咧你一入到嚟就可以攞呢個 map 啦，咁去睇下你想睇啲咩啦，或者可以 scan 佢個 QR code， 咁都可以 download 個 map 啦喺電話度睇下你想睇嘅館係邊個範圍嘅。咁呢度真係超級大啦，咁所以建議大家一入嚟就攞咗呢個 map 先。咁我而家咧都去參觀下先。咁呢個大英博物館咧係唔需要俾錢入場嘅，但係佢咧都會建議你去捐款$5嘅英鎊嘅。咁呢啲就隨心啦。咁我而家去參觀先。大英博物館裏面咧有10大主題嘅展館嘅，咁我嗰日咧就用咗半日時間去參觀。咁如果你真係要好仔細睇每一件展品嘅話咧，我相信你都要用全日嘅時間噶啦。而我其中最中意咧就係呢一個埃及館。眼前呢一個咧就係古埃及第19王朝法老拉美西斯二世嘅頭像啦。看完呢個埃及館之後，你真係會好想即刻去埃及旅行噶。埃及館裏面除咗有石碑同埋法老王嘅雕像之外，仲有木乃伊啊！轉眼間已經嚟到我另一個好中意嘅古希臘及羅馬館啦。睇完之後又係好想去希臘啊！眼前呢啲雕塑咧，曾经系雅典围城帕德嫩神殿嘅一部分嚟噶。最后，我就嚟到亚洲馆参观啦。件衫好劲啊！佢上面全部都系立体嘅蝴蝶嚟噶，哇！大英博物馆真系好值得嚟参观啦，同埋佢真系好大，咁所以咧，剩低嘅地方就等你哋自己去探索啦。咁温馨提示大家咧，大英博物馆大部分嘅地方都系冇冷气噶，所以夏天嚟嘅话，小心焗亲啦。咁我听日会带大家去另外一个被誉为全伦敦最靓博物馆之一嘅 V&A Museum。Hello，
又是 Michelle 今天是在倫敦的第五日，我們親了，是我們不需要不小心親了不小心就親了，因為沒有一樣的。我們現在呢就來到這個 B&A 妙思人，這個妙思人就是主要看 artwork 的，還有呢是很漂亮的打卡妙思人來的，都是不用錢的，所以很好，今次是帶大家去看一些不用錢的妙思人。好，我們現在進去看一下，V&A 妙思人总共有四层嘅，咁除咗有常驻嘅展览之外，都有当季唔同嘅展览噶。博物馆嘅展品从16世纪嘅欧洲绘画到21世纪嘅现代设计都有噶，而且呢度仲有时装设计嘅展出噶。整体而言，雕塑啦、古时候嘅生活器具嘅展示咧，相对会比绘画多噶。除此之外咧，呢度展示嘅教堂绘画玻璃艺术，我都觉得好靓噶。如果你是想打卡的话，这个图书馆就是个打卡热点，但它就是开星期二和星期三的。而博物馆的中庭这个位置我都觉得很适合打卡影相，整个博物馆我觉得可以预留半日时间来参观。国家美术馆收集了由13世纪至19世纪多达2300件的绘画作品，而馆内更加有梵高、达文西、莫奈这些著名画家的画作，而且还是免费入场，很值得参观的。而除了画作之外，馆里面的装潢设计就已经很漂亮了，它很古典别致，也都很适合打卡影相的。而馆里面的画作是按照年代去排列的，从13世纪一路到19世纪末的后印象主义，如果按照顺序看一次的话，就仿佛上了一堂欧洲绘画史。如果你真的想了解这个欧洲绘画历史和了解每一幅作品背后的意思的话，那你就可以租借一个语音导览机，那就需要5元的英镑的。但如果你有 London Pass 的话，就可以免费租借的。而在这个国家美术馆之中，令很多人慕名而来就是梵高这幅向日葵了。当日在国家美术馆我就留了半日，如果你是很喜欢这些绘画作品的话，相信你可以留一日以上的。看完这个国家美术馆之后，等我带大家去伦敦一样有历史价值建筑的餐厅 The Rosely 去吃他们出名的英式下午茶，为我这个伦敦之旅做一个 perfect 的 ending 啦。咁喺 The Ritz 隔離呢一度就係 The Rosely 啦。咁我今日咧就喺呢度食 lunch 啦，呢度都好出名噶，成百萬嘅 followers。我入去睇下先。位于伦敦市中心历史建筑里面的 The Rosely 咧，过去90年曾经是汽车展示场和银行嘅。大理石的地板啦，拱形的梁柱、旋转的楼梯都保留到依家噶。佢室内嘅装潢就好似一个充满英式古典味的博物馆咁样，所以很多人都嚟打卡影相噶。而佢哋最有名咧就是佢哋嘅英式下午茶啦，咁记得要订位啊，因为真的很难 book 噶。价钱是每人37.5英镑再加一，再配埋呢个银色古典的茶具，真的觉得自己是一个伦敦人啊！最后我仲嗌埋呢个法式焦糖布甸，超级好食，一定要嗌，好推荐。希望大家都喜欢我这个伦敦的 vlog 啦，我们下一集罗马再见。
如果你喜欢这条片，记得 like 这条片， subscribe 我的 channel 啊。最后记得 follow 我的 IG 啊，拜拜。